总裁级别，精致优雅，完美的男人。My baby， 时光项链是我妈的遗物，我找到了。时光项链失窃了，都往那边跑了。我找到少爷了。你去哪儿换了套衣服？大叔，你怎么乱认儿子呀？不是普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家，我想爸爸了。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妈妈着急。